人是宇宙的精灵，本篇旨在揭示人体自身的奥秘，揭示人与宇宙关系的奥秘。这种奥秘当它未被揭示时，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千万种神秘现象，一旦被揭示，就将开辟一个新的科学、哲学、艺术文明的世纪。本篇将以对人类负责的严肃态度，一丝不苟地记录一切，展现一切。在这里，将消灭一切怯懦，消灭一切虚假。我们将在全人类共有的严肃审查的目光下公正一切。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无畏来揭示一个曾经是神秘的、秘密的、隐秘的世界，破译人类神秘现象，刷新人类科学文明。生命科学探索摄制组于1994年3月22日赶赴广东惠州，对著名气功大师季莲缘先生进行科学考察与拍摄。我们首先考察他的特异功能历史。1993年8月29日上午，上海嘉定区气功科研会组织的一场大型的人体科技演示会，在场人数680人，包括嘉定区党、政、人大、政协的许多领导干部。第一个演示项目是意念断勺。不锈钢勺是由嘉定区科委主任兼科协主席马以良提供，马以良本人对勺的真实性负责，当场又请多人对不锈钢勺进行了检查。翻看，好不好啊？对，好。现在在地下转勺。现在我们在长镜头的连续监测下，与在场观众一起目睹意念断钢勺的演示。这次意念断勺，季莲缘先生运用目光，这是具有世界水平的特异功能演示。这个大家静下来，我眼睛要把这个勺看得融化下来、断下来，给大家看啊。那个稍微照两张啊，我这个拍树上也可能有用，所以大家谅解一点啊。你注意我这个勺就行了。季莲缘先生用目光盯视勺的颈部，同时轻轻颤动勺把。大家注意，勺的颈部开始变软。断了。
他现在进行的是意念转专，而且将采取级别制的方法。古代有隔山打牛的气功功夫，现在他用隔人打砖来再现古人的高功夫。砖由嘉定镇原镇长、现嘉定人大调研员徐杰提供，演示前当场再请人进行检查。这个砖头能有多重？站上去，单脚站上去。好，再换一换，换一换，这一下换上去，再换一换。再来两个人站上去，再来一个。从台下请上来自愿观众。他们是中外合资的上海香蜜食品添加剂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明通等四人，均为嘉定人。来，再上来，上来两个，来两个。请所有的气功爱好者及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注意观察，这里充满奥妙。我叫你配你就配，慢点，但是静下来啊！他现在开始吹了。这一次，季莲缘将通过他人间接发功，隔人打砖。这里断砖的奥秘耐人寻味，隔山打牛是通过大山将能量传递过去，隔人打砖则是它的功能通过人体媒介传递过去。说他只有用这个手，哎，对，产生这种能量，轻轻的抚摸，啊，弯曲，弯曲，啊，那么就是讲他把这个弓印在这个手上，哎，是不是啊？然后从手指上呢产生一个超能力，对，把它弯下去，对，对不对啊？是。那么我想呢，这个功夫呢也不错，不过呢，我现在做这样一个试验，哎，做一个什么试验呢？你准备用哪个勺？这个勺，要不需要看一看？需要看，你们看一眼可以看一眼，没关系。看完以后你们得点气儿好不好？好，你们第一排人看看可以。正常的时候。快不锈钢啊，重建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怎么弄呢？比如说，他们是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讲，那个用这个手摸，是不是啊？我呢做这样的试验。
不用手摸，用什么呢？用那个，用那个西瓜。这西瓜是这个餐厅小姐刚送回来的。西瓜呢，沾上这个勺，如果这样，磨，把这个西瓜呢，想办法呢，西瓜当然不能烂，但这个勺呢要叫它弯，并且叫它断，试试看，但又不一定成功啊，试试看。咱们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不一定成功。以试一试的心态进行刻意功能演示。这样反而松弛，反而能够调动功能。越执着于成功越难成功，越一定要成功越不一定能成功。人体特异功能往往是有意无意之间的事情，这也就是古代气功讲的有意练功无意成功。西瓜与不锈钢叉都是南坛酒店的服务小姐当场送来的，这是一个即兴的演示项目。咱不要再动东西了啊。稍微有一点，有点感觉，有点感觉，有点感觉，季莲缘先生像一下断开两把钢叉，他用松软的西瓜瓤做媒介，传递自己的功能。这个演示，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以柔克刚”。借着你的力啊，来，演示更严格些，他此时请柯云禄先生亲自拿着。断了，演示获得成功。半年前的木光断勺与今天的以柔克刚断钢叉是相互补充的证明。我是贵州的，你看。他今天要做一个特殊的断砖实验。你用意念，你们大家给我加意念好不好？我不一定能成功。来，台湾的那个。四小姐，小姐过来过来过来，小姐能不能顶得住啊？没关系，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个非常不容易。上来，上。这是一位台湾小姐，文质彬彬，从未练过气功。两个手呢？你还有一个张静奶奶，她不用上来，早上就成。好。请二位公证人握砖，这块砖是公证人当场在南坛酒楼的工地中寻来的，还带着泥灰浆。抓的时候呢，你们意念上面要配合它，就不能动，好吧？
试试看，我不一定能成，但是这个需要一种力的表示。平静，捏紧，四个脚全部捏紧，捏到这边。来，你过来。你们想了他能成，把这个手伸出来。这个手伸出来掌。看，是吧？用的看，砍的时候呢，这样砍啊。这一次是借手转砖。一、二、三，你就把使劲砍下去。一、什么顾虑都不要有。没事，花一圈，一年力加到你这手上，因为我后边来一年传导，你就想着断断断，但是你要把你平时没有想到的力全部使上去。忘却把所有杂念都抛开，想到这砖头肯定能断，好吧？啊，但力呢要发挥最佳的力，发挥上去，好吧？他正在调动大家的意念力。一、二、三，看，好。这块砖头作为实验的演示物，摄制组回北京时曾把它带上飞机，在通过安全检查口时受到反复盘问。人们很难理解，在一个豪华的箱子里，为什么会装着断成两半的砖头？我叫蔡凤鲁，在台湾什么地方？在台湾台中市。台中市，那你以前参加过这个活动没有？没有，有听过，是没有亲自尝试过。那你以前有没有练过功呢？都没有，都没有。你当时在砍断的时候，你什么感觉？我只觉得说有股好像热气的感觉，会麻，然后一直就是一直就叫我要断，但是我力道，我觉得说我没有用什么力道。就这样子一砍下去，我又没有什么力道，我没有用什么力道，就觉得好像说我也怕痛，因为本来就我也怕痛。再砍也砍得不到。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本身我是怕痛，因为那硬的石头，我们这样一砍一定手会痛。但是我也是想要用力的砍，但是还是很轻轻的砍下去，不是断了。我就自己吓一跳，这是怎么搞的？我不晓得。真的很神奇，我是吓一跳，我真的是超人。在那个刚才这位小姐砍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就捏的没有什么震动，它就断了。没有震动，就断了。我是惠州市农委副主任周星辰。刚才的那个砖头是我捡来的，经过检验，实实在在很结实。觉得就是说这个常规的这样一掌下去能断吗？我看不仅是一个女孩，是一个学了相当武功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轻轻地把它砍断。刚才女孩说是轻轻地就把它砍断了，那很厉害了。他叫石道甲，台湾人。季莲缘曾以气功方式将他的肺癌治好，我们对本人进行了严格的调查。疾病啊，在曾经经过了几家医院的诊断呢？先后有一家检察机关跟两家医院，一共是三个检查单位找检查出来的。他们当时确诊的是什么病症？肺的这个不明肿瘤。肺部的不明肿瘤是。当时的大小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大概有这么大吧，这个指头的这个一个类似椭圆形这么大。哦，那么医生当时建议的这种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开刀，对，大概在93年的2月19号吧。
是从经过这个蔡司朗的介绍，到了这个深圳，这个蔡司朗他父亲的家里头，那头一天我就遇到大师了。哦，当时的那个大师给你治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因为那过程的话，就是先用热毛巾将他那个双手啊，把它就是把它擦干净，还有我衣服脱掉之后，在我这个患部大概就这个地方啊，这个背部，哎，背部，然后也热毛巾擦掉。那照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把双方的这个微血管都给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大致就帮我这个运气这个行功了。就从我的后头就取出那一堆像这个污血状的一种乌黑，然后有点血的那种一种废弃的一种组织。那这个大师治疗之后，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再进行一些复查？有的。有在哪家医院复查的？也是在同一家医院吧。哪一家医院？那个台湾的那个台中龙总。哦，那么医生呢，在复查之后呢，他们是来怎么确诊的呢？他也觉得有点奇怪，他怎么好像不见了。我们又搜集旁证。大师，我代表我的同事石道甲，因为他的肺癌的病经您给他治疗又医全的很多，特别代表他向您感谢，自身意愿尽弃，谢谢。谢谢谢谢。大师亲自当着大家的面，就以他的特异的功能，把他那个从背后，把他那个肺里面那个一个脏东西把它吸出来，当时血水也从他手慢慢就流出来，而且呢，那个大师去洗手的时候，把那个我们就把他用毛巾，把他背上那个还有的血，还有脏东西把它擦掉，擦掉之后呢，他那个背这边一个小好像一个小洞似的，哎，血又流出来，我给大师说，哎，大师那个没有擦干净，再擦一遍。那时候我是为什么给大师讲擦干净，再擦一遍呢？我是有点怀疑是真的假的。那他又把它擦干净，用了毛巾再擦干净，有血崩又出来，又出了一个血，那个一个从血里面又流出来。那我就相信这个是这种事实。季莲缘当时用干拔的方法把台湾人石道甲的肺癌隔着对方的身体拔了出来，那已是往事。今天在惠州，我们现场考察了他类似的特异功能治疗方法。本片对季莲缘功能的考察，采取历史追踪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现在他要给这位杨斌敲，依然是台湾同胞，治疗脑血栓。他将用气功功夫直接将对方脑部的病变组织、血液、体液拔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超越三维空间屏蔽的特异搬运。大家注意，季莲缘的右臂比左臂红得多，当时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位被季大师治好肺癌的年轻人，此时心甘情愿地做着护士的工作。
吸吸吸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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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拿个毛巾快拿个毛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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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血拔出来了血拔出来了惊心动魄没关系，没关系。慢点，别动。我不会颠了，没关系的，没关系。我去报警了，再不先去。别动，眼睛闭上啊。啊。咳嗽，马上跳两跳，跳，手甩一甩，脚蹬一蹬，再一步步往前跳，越高越好。我这病是。中风，中风多少年了？有七年了。七年了？有七年了。经过多少家医院治疗啊？一家、两家、三家，大概有四五家的样子。他们的治疗效果你感觉到怎么样呢？还是没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没办法把问题解决。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问题是塞在这边的。在这边，塞在这边，那么麻在这边，麻在右边，麻在右边，麻在连手背、脚，包括那个这边都会麻。会麻？那你现在还有没有这种麻的感觉？现在还手掌心还有一点麻了，不过就是这个如果说这真正的是拿出来以后，这个就不会麻了。刚才呢，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在这个季大师呢抽在拔的时候，让你呼吸的时候，有明显的一股血就出来了。在这种出来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当时感觉是比较轻松了。比较轻松了。轻松。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血啊，季老师让你呼吸，
这之前是没有血的了，嗯，是吧？我觉得这个出血，就是有这个血在额头这一部分的时候啊，你当时的这个感觉，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呢？从这边喷出来。喷出来。嗯，是喷出来。喷出来是、是有什么力量推着它出来，还是吸着出来这样一个感觉？吸，用吸出来。啊，吸出来的感觉。吸出来感觉。哦。那么你现在这种感觉和你刚才治疗之前这种感觉有什么差异？现在本来这个麻起来这个会痛啊。我贴着这个毅力棒啊，现在比较轻松了，不太麻了。啊，就你的感觉，这种血应该是怎么样出来的？排出来是什么血？那个按中医理论上来讲呢，人得病呢，就是经络里边呢气血不通畅，有堵塞或者有邪气堵塞这里边，让得病。那么气功的角度来讲呢，练到一定程度呢，把它经络打通。那么有些病呢？把它经络打通，让它自己的血液循环啊，新陈代谢，病呢就可以化掉。还有一些病呢，像它的脑血栓呢，只有实质性的东西在这里边呢，要通过内力劳宫啊，把它要吸出来，把它堵塞的部分通过它的血管微循环系统，通过头发表层把它从里由里及外的把它吸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堵塞的部分呢就吸掉了，那么身体呢就觉察到轻松啊，慢慢的就觉察到自如，觉察到好了。当然了，这个吸的过程呢，反正被吸的人，像刚才杨师傅也感觉到，你刚才觉得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力量往外涌了，拔出来了。按理说啊，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脑血管里面的血啊，对对对，是吧？那这个好像一般没法解释，脑血管的血这样吸出来。嗯，是吧？它表皮又没什么损伤，是吧？那就看没法理解，那就他没法理解，能理解的就最好是能理解了。再就是呢，对于这个血的颜色啊，我们注意一下，它这个血的颜色好像带一点红色，红黄白，对，有这种颜色。那么白呢，就是和正常的血有点差异。有点差异。要是正常的血的在他身体里边就不可能得病了，啊，因为是不正常在得病，所以把不正常的部分拔出来，但不正常部分拔出来跟正常的一比较呢，就有差距了。啊，这是血迹，这肯定是血迹吧？嗯嗯，这肯定是。这个是血迹吧？嗯，看这地方，这个是血迹。哎，对，这血迹啊，是吧？这个好像你粘起来的，当时卷起，你帮我卷起来的。哦，对，啊，就这样建的。对，刚当时成员这样穿的。对对，他当时这样，血迹建到这儿了。嗯。啊，这衣服太宝贵了，他洗掉了，咱们就又少了一样珍贵的一个文物了。我们以后这个电视片拍完以后办个展览的，啊，这一块写上字得了，啊，写上字。嗯，为了去疑，为了真实，为了研究，本片拍摄的一切演示实物都将存档备查。我们看看，让镜头照一下，我们留下这个纪念。1994年3月20日晚，在惠州西湖大酒店722房间。季莲缘为台湾杨斌敲治疗脑血栓时被见血迹之衬衣。我们对季莲缘先生的考察继续进行。这是3月23日惠州人体超能科学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作为该院的院长，季莲缘先生在这个成立大会上又做了毛孔放烟的特异功能演示。发功之前，请惠州科协负责人用毛巾将他的手擦干净。先生的其他发功演示时也关键呢，我呢通过这个气从毛孔中发出来给大家看，也就是丹田之气啊，大家看啊。不过这个气呢，看到了那就讲一下啊。冒烟了。后面看到这么多，这个更明显。当天
季莲缘先生与数百名海内外嘉宾来到惠州西湖公园，他将在这里做一个超大难度的人体特异功能实验，意念搬运鱼。他将发功，将鱼直接从水中搬上岸来。在场围观的人甚多，拥挤踊跃，摄制组难以维持更好的秩序。我们极力想扩大被人群围满的空场地，但都未能奏效。首先自由，行，你这个我跟你讲啊，我大概是在这个镜头，你把这个挪过来一点，这边稍微往后退一点，再往后的，那边那个人往后点，再往后，再最好再往后一点，不要拍了，不要拍，大家都这么多人在等着，你一个人在那里影响大家。但是确定的，严格的。季大师呢，做这个拔鱼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在对面看得比较清楚，当时你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看到大师他发功的时候，有一点白色的光往上面上来，白色光，是怎么样一个轨迹呢？就从这里这一上的一点白色的刚从这上来这里，啊，是从这个水里面的上来，大概那个光离地面的高度有多少？可能是这么高了，有个70-80公分。刚才那个季大师发功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我在摄影机的附近。哪个摄影机？就是这面这个摄影机。当时你看到了什么现象呢？我看到季大师用力发功的时候，那个鱼是这样，就在这个位置。在那位置有黑影，是这么大的黑影。你看到是黑影啊？因为我在市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影，然后这样就抛线抛过去的，掉了。晒伤了，拿起来停一会儿。哎，这边拍，这慢慢放，放下去吧。对啊，来好了，好，慢慢放，你慢慢放。季莲缘大师，这个一个是那天的这个以柔克刚，断用那个西瓜瓤断勺，和今天下午大家看到的这个，我过去都没看过。那我觉得呢，这里面呢，往往这推功能表演呢，就是我们只能看到它的结果，开头过程看不清。这通常是一般是这个情况。今天的这个鱼上来啊，这过程也就看得不太清楚，但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响声呢，我在旁边拍照听得很清楚，一种很沉闷的响声，这个鱼落地的响声。那我想呢，这个呢跟那天晚上说是季大师跟台湾治病啊，他能够把脑血栓那个血抓出来，那个道理原理我想是相通的。那他把那血栓呢搁着那个脑袋抓出来，跟这个把这鱼从水里抓出来啊，是同样道理。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尤其是治病把这脑血栓抓出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它的实用意义。我们对季莲缘的考察还在继续，对他的有些演示，如意念搬运鱼，只有在掌握了更严格可信的事实之后才能下结论。季莲缘本人的人体科学实践也在继续，他创办的惠州人体超能科研院正在展开工作。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他正在筹建的惠州养生山庄的模型。季莲缘先生试图将东方古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创建一个特殊的康复疗养中心。这个康复中心的核心是他本人的气功特异功能。我们在隔人打砖、借手断砖的演示中，不仅看到了他本人的特异功能，也看到了他调动他人功能的奥妙，那就是让人放下万端杂念，什么都不想，一个意念一定要把砖断下去，以一念代万念，在那一瞬间，人的深层潜能被激发出来。这正是整个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奥妙。养生山庄借助天时地利及建筑的结构布局、色彩、文化氛围构成的气场，加上功能者的发挥，一定能更好地
调动未来的疗养者进入一念带万念、人天合一、自我康复的境界。